前有抓到一只蓝虎，发现是蓝虎人，那时候水族馆的人过来跟我说，发现那时候是卖它是一公斤，卖那只三十八，大概三十公分，然后卖公斤。你不能到货呢，我们穿着把你拿进来的，来买两块，快点呀！你还要什么？小只的，两只是吧？保鲜一定会有水有冰哦，等下到的时候可能鞋子会湿掉。妹妹弟弟要小心哦，好，等下尽量不要挤进来哦，这样子比较危险哦。等一下到的时候，今天稍微有点人潮，所以等一下尽量不要碰、不要撞、不要挤哦。我的人等一下你们挑完的时候，我的人会整理好，都会放在右手边，右手边这边也可以做挑选哦。来喽，小心啊！哎呦，上，阿哥。快点！哎，拍水，有鬼哦！
这个倒是买过了。那到你现在拿的这个叫港瓜，它也算是还不错的鱼种，是干煸红烧哦。还有别的吗？篮子里面的，篮子里面的白带也可以拿哈、哦。那这样一整盘的，大姐有派一个代表去那个去抢吗？快抢快抢！抢鱼啊！没有，他们弄过，没关系。这个鳖鱼啊，这不要了，这叫东进。东晋属于深科的鱼种，肉质还不错，蛮细的，其实跟白鲳差不多。对啊。像现在倒出来量比较多的部分，那个叫做白口，也有一些是春子，它是属于跟黄鱼同科的，都属于石首科的鱼种，肉质算细，还比较没什么细刺。大哥，右手的叫做平雕，又叫仿头；左手的叫做春子，也是跟石哦，这个春子跟那个白口是属于同科的。春子头比较细长，外形更像黄鱼。哎，头比较圆的叫做白口，又叫做胖头啊。来，各位，让请出来哦。我爱人经历一个哦，经历好，再一个，开始算账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它属于深海的鱼种，还肉质蛮细的，大致上跟石斑鱼都有的比。它在水里，它是插在沙地里的。对对对，这很少。对啊，它是有一只吧？它是你说的，你喜欢吃红木莲的金鱼，它是红木莲金鱼。有一只吧？哪一只？这个？大只的不去啊，小只的放掉。你说加字不要吗？没有啦。加字不要。加字要吃吗？加字不要了，太小了。然后，哎呀，这个也太小了，不要吗？不要了，那太小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